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老老娘》，表演者烧饼、曹鹤阳。给您换一场，节目一场，接力一场。是，谁呀、啊？没在家，没在家讲话吗？确实两个人说的不错，嗯，下去休息休息，很累呀、啊。把您换上来了，哎，好啊，嗯、喜欢听你们这个说相声的，说相声，哎、怎么跟绕口令似的？说相就是说相声的，好啊，嗯，为什么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说相声的，嗯嗯，都是以这个故事性。哦，我明白了，都是讲故事，就是讲故事一样的描述是吗？ 对，叙述型的，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您怎么样啊？我，相声演员都得会呀、啊。您也能讲？能讲。像这个、啊、有朝有代的，您能讲吗？这您问着了啊，这是历史啊，那讲的可太多了。那您能讲什么朝代的呀？这还抻咧抻咧我、啊、告诉你啊，嗯，像什么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晋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这些我们都行。这个，嗯，您都能讲啊，我们都能讲。要再往上的，您讲得了吗？哎呦，那就不行了，不行。这也难怪。哎，对，你才多大岁数？岁数小，你没赶上啊。哎、对，你赶上了。我也没赶上，那你这谝什么呢？这你问问问，你家里边有那个老人问问、啊、有老人，秦始皇的年头、哎、问问他们赶上，别问奶奶这辈的啊，往上问，往上问，往上问谁啊？太爷什么的，你问问你得，那我刨坟去得了，我问得着吗？我啊都不知道，你看完了吧？嗯，他们不知道哦，我就知道，你对。不可能，你这岁数你不可能肯定知道，你知道在老老年间哦，老啊出的老老事儿，不不不，等等等会，有的那些别咬着你舌头，你来什么叫老老年间呀、啊、这都不知道哦，我不明白老老年间哦，就是我姥姥的姥姥太姥姥太祖姥姥那个年头，还捏个年头，您听哪儿这么多姥姥，就就像骂街呢、哎、你那个啊，就姥姥就是你你别冲我来行吗？没有，就捏个年头，捏个年头，还那个年头，对，就叫捏个年头啊，就那那个时候。哎，对了，哦，单说这个天气天儿怎么了？要冷真冷哦，要热是真热。是吗？那真是冷的出奇、啊、热的新鲜。呵，你这话你这话有点不挨边了。这冷热大伙儿都了解，怎么会又出奇又新鲜呢？要冷真冷啊。是吗？打比方说吧，哦，您现在嘴里边有痰，有您敢啐吗？只要没有带红箍的我就敢啐。那个年头啊，冬天的时候，哦，甭管有没有带红箍的啊，是都不敢啐痰。为什么呢？啐痰啊，啊，怕砸着人。您这话太邪了啊！啐痰能砸着人？你看怎么可能呢？我，你在嘴里是痰，哦，你吐出来就冻上了。哦，哎，这痰掉地下，当一声，嚯，给地砸一坑。啊、往前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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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球了。就过去小孩玩的弹球，弹球就是咱那个年头留下来的。哎呀呵，哎呀，您这玩意儿脏点儿，你这个，哎呀，所以说这个弹球啊，啊，只能冬天玩啊，是夏天玩粘手。行，这玩意儿越说越恶心呢，怎么你有？这赶上撒尿活泥了都快，你这个，哎，有没有啊？这弹球弹的时候留下的，冷不冷啊？那这么说啊，这脆出来就冻上了，那是冷，是不是？哦，还有什么呀？还有哦，你冬天了啊，家里边都讲究吃包饺子，哎，冬天乐意吃，大人跟这包饺子、啊，对对对，把饺子刚煮哦下锅了，是发现家里边没醋了，
哎，那没法吃啊，对不对啊？对呀、啊，打吧孩子，哦，出去打点醋去吧。啊、哦，打醋去。孩子轻易不乐意出去啊，这么冷天谁乐意出去？对对 对, 对，穿上衣裳啊，拿着钱提了瓶子，嚯、哦，往杂货铺跑，赶紧去。到了杂货铺，给人钱，递、哦、过瓶去、啊，人家给这醋打满了，啊、孩子提了醋往家跑啊，是小孩嘛啊，那都不看道，对对对，边跑边走，火急火燎，哎，火急火燎的，哎、一不小心。地下有一砖头，哦哦，把这孩子绊倒了，是吗？这醋瓶子啪，哎呀，就碎了。你瞧，完了。没关系啊，啊把醋拿家去了。那、啊、不是这怎么拿回去的？提了大酸冰棍一个，大酸冰棍，行。你那玩意儿先开胃呀？是怎么着？还舔着走？孩子山西的，啊、山西的。哎，我都怀疑绊的那不是砖头，弹球那是。我告诉你，有可能，还有可能呢，您呢？太多了，太多了，第一地弹球。哎、啊，行，哎呀，这夏天都不好打扫，您这那么冷啊？对，不是您说这新鲜事还有吗？有，您再说说。打个比方说啊，哦，有一两个人，哦哦，好朋友，哥俩拜把子的兄弟，哦，太好了，大街之上见着面了，哦哦，俩人啊，啊，这么好的关系，哦，是，哥俩见着面了，啊，搁那个年头来说，怎么着？也就是拱手而别，啊，拱手。怎么个拱手而别？哥俩见面了啊！哟，大哥，大伙儿，哎，不见，哎，我，行，这俩人坐弹球呢，是怎么着啊？打算对着喷呢，是怎么着？还挡着防御呢，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非得这样啊？对，非得这样。行，你这太不礼貌了，多少打个招呼，握个手什么的，这不不敢握手？不敢握手？为什么呀？你琢磨呀啊，这。手在这衣服里边揣着呢，哦，啊，这揣手，哦，这里边有热乎气儿啊，它暖和呀，手心里边有汗啊，哦，对对对，俩人啊拿手啊这么一握手，坏了，怎么着？俩人手心里都有汗呢啊，这么一握手，哦，让小风一搜，坏了，怎么着？冻上了，冻，这么快就冻上了，留下骨语了，什么呀？要说咱们哥俩这关系啊，啊，这是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哦，这话打那时候留下的，这就掰不开了。哎，呵，这掰不开哪？那要掰开呢？就等明年开春呗。开春，这么长时间呢？啊，那等不了，等不了没关系。哦，哥俩这么着拽着啊，拽着，哎，拽着，一前一后，哎，奔茶馆，茶馆，到茶馆啊，那个伙计，哦哦，少来啊，来壶开水，哦，开水，往这上面浇浇啊，留下古语了。什么呀？交朋友，交朋友，就是打那个年头留下来的。啊，行，交朋友拿开水浇，您看，哎，都秃噜皮了，你瞧这，哎，这就交朋友了，是，呵，真新鲜，你瞧，还有吗？有，还有，那您再说说，多了去了，哎，这挺可乐的，这个，啊，还有，就是搁那个年头来说，啊，那个时候，那个年头啊，啊，上厕所，啊，上厕所不用带纸，啊，不，行，我快接受不了了，已经，您那弹球就已经到我的底线了，你懂吗？您上厕所不带纸，怎么想象？多恶心呢！您啊，多脏啊！干净干，你不带纸还干净？干净极了！怎么可能呢？哎，对，干净极了。不，冬天上厕所不用带纸，干净极了。它怎么干净啊？您这上厕所之前啊，啊，带这么一小棍儿，棍啊，哎，提了棍儿，哦，哎，上厕所。瞧这企鹅往前窜呢，您看这个，哎呀，歇，擦，上厕所去了。哦，你这。跟这尿啊，尿完了拿棍儿，啪一帮，走了。干净还环保，这一个人一辈子一个棍儿就够了，是吧？也有废的，你要赶上接大手的，这粗废棍儿。哎呀，和你，哎，太恶心了，你。哎，不是，哎，这不是。带着一个，行，不管脏不脏，得带着去是吗？对呀，啊。哎，这不是，你上厕所，等，先别弄，您这憋不住了是怎么着？对，不是，我有个小问题，不是，那要是去的太匆忙，或者出门时候没注意，没带棍儿怎么办？那不就完了吗？这你都尿了呢啊！坏了，怎么着？没带棍啊？对，没带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呀？这时候啊啊，你就得跟旁边那位客气了，大哥，跟人借。少来，您借我那棍试试。哎，帮完就还你啊！哎，帮完，哎，等等，帮完我提前帮。行，
那要旁边那人也没带棍儿呢？也没带，对，都没带。跟旁边那位介绍，大哥，行，别大哥了，叫的声音往高了起一点。大哥，您这等我，行了，您这还有个异物呢，您就敢这么窜是吗？您这。别搭着那位，别搭着，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这厕所就这俩人，而且都没带棍儿，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这哥俩都跟这接完手了，都没带棍儿，哎，都没棍儿，哥俩跟这站着，你看我，我看你，这都没棍儿啊。大概的意思都明白了吧？心照不宣的这个，俩人有主意哦。哎，这有主意哦。俩人啊，站好了啊，是面对面站着，跟这儿扑棱，留下一项古老的这个运动。什么运动啊？击剑就是打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要知道这个，现在我都不看击剑比赛，我告诉你。您这太龌龊了，您这，哎呀，伙计，现在没有那个了，都改这样了啊！行了，这是只有帮下来是一个整体的才能拿着玩，是怎么着？后面有棒，哎呦，还有棒呢，您，哎呦，反正新鲜倒是新鲜，就是您这玩意儿太脏了，您这，你他非往那儿问，人家小棍儿挺干净的，行，甭干净了，这干嘛老出溜着走？您憋着点尿。哎，你还别说啊，他说这还真挺稀奇的，是不是啊？这叫冷的稀奇，那热的？热的呀，啊，热太热了，热的新鲜，那可不吗？这怎么新鲜啊？你打比方说啊，捏个年头，老捏个，那搁夏天来说啊，哦，那天儿啊，那外面没人，怎么没人呢？夏天都太热，夏天不敢出门，怎么热？为什么呢？太阳忒毒。毒，紫外线知道吧？我知道啊，紫外线啊，太阳推毒啊，是吗？那紫外线，你这夏天大太阳天，啊，你没事似的，啊，你啪啪就出去了，干嘛啪啪的？我这你出去了，嗯，这太阳太毒哦，你这太阳天啊，太阳照着，啊，是你下面走，那坏了，怎么着？你的脑袋这头发刺啦，刺就晒没了。或者头发就没了。哎，对了，哦，你看现在马路上走那个大秃子，啊，光头大秃子，就是那个年头留下的后遗症。那都是太阳晒过完遗传到现在的，是吧？对了，都刺啦。哎呦，这秃子还有典故呢，你瞧。哎，那不对，不，秃子跟秃子还不一样呢。怎么不一样？你就看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秃子啊，他就不是这个大老亮的光头啊。还什么叫大老亮？对，就倍儿亮那种啊。他不是这个，他是这个前面秃啊，他后边不秃。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前面秃啊就没有，就亮的后边他有头发，这怎么回事？头里没有啊？对，头里没有啊。后边有啊？对呀。有，这有，你有啊？你说说，我听听啊，真有啊，这我学习。你琢磨这办事儿，哦，都得晚上吧？晚，对，他白天毒啊，这白天太阳一出去，脑袋头发晒没了，谁都想留点头发好看，这晒秃了，哎，你琢磨吧，那办事怎么办啊？怎么办啊？都赶着阴天出去办事去。啊，对，阴天没太阳，哎，对，这赶上这位，啊，白天非得出去办事去，哦，是，等着吧，啊，等着阴天，啊，喝，哦。来了，可算阴天了。阴天来了，哎，赶紧吧，啊，赶紧办事去，哎，赶紧刷牙洗脸穿衣服，哎，你早干嘛去了？你非耽误这时间。废话，他要一天不出来，不一天，啊，就赶紧，一天都脏着，哎，你这个，哎呀，刷洗脸穿得了衣裳，啊，把门推开了，啊，推开了，前腿哦迈出去了，哦，人有这么一个惯性，是前腿迈出去啊，身子又往前探啊，对，探出去了，哎，前腿迈出去的，啊，前半拉身子探出去了，坏了，哦，怎么着？太阳出来了，嚯，这么快呀！太阳一出来，脑袋滋啦晒没了。晒，您听着，前半拉出去了，哦，后半拉还在里边呢。啊，对呀，前半拉呀晒着了，后半拉没晒着，前面秃，后边不秃。哦，那我明白了啊，哦，这就解释他为什么是前面秃，后边不秃了啊。哎，我还一朋友，也是秃子，我那朋友也是秃子，他跟这还不一样，他是这个前面不秃啊，后边秃。不，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有，哎，您说说我听听，哎，有，这是怎么回事？有，哎，您说，打比方说，这人啊也是非得白天出去办事儿，非得去急，怎么办呢？等着吧，等着阴天啊，阴天了，阴天了，是，赶紧刷牙洗脸出去办事儿去，把事儿办完了，往家走。正往家走着呢，快到家了，可还没到家呢。哦，是，快了。怎么着？太阳要出来了。怎么办呢？赶紧往家跑吧。拿钥匙开门，把门开开了。开开了。往前，往家里走。哦，这脚迈进去了。哦，迈。前半了身子探进去了。哦，后半了身子啊，还没探进去呢，还在外边呢。坏了。怎么着？太阳出来了，擦，后边晒没了。头里秃，头里不秃，后边秃的。啊，这又一个典故出来了啊。我还有一朋友啊，也是秃子，也是秃子。他跟他们还不一样，他是啊，他是这儿有头发呀，这儿没头发，这儿有这儿没有，这儿有这儿没有。哎，有一学名啊，叫什么？花斑秃。这有吗？有人替你回答了。你哪儿那么多朋友啊？你甭管，这有吗？有好嘞，打比方说啊，这位啊，今儿有白天非得出去办事儿去，也着急，怎么办呢？啊，赶上阴天吧，阴天出去办事儿去了，把事儿办完了啊，往家走，一看坏了，怎么着？太阳出来了啊，又出来了，怎么办呢？啊，回办事儿那地儿来不及了，来不及，往家走不赶趟了，正在模棱两可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四下张望，哎。道边有一棵大树，大树，我到树底下躲躲去吧。哎，待在大树底下了，太阳出来了。您说嘛，这树底下是花叶帘啊，树叶啊，太阳挡着的地儿啊，太不是树叶挡着的地儿啊，没晒着啊，没，树叶没挡着地儿，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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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斑秃啊，哎呀呀，太好了。哎，这个我还一朋友啊，不要死去吧。你哪那么多朋友？我还来，别急别急。我秃子朋友是不少，我就说说，行，就不说了，行吗？那秃子朋友戴帽子，那不就看不见了？哎，所以说帽子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你看这满灯了，这就啊，哎，不是，那照你这么说，这天儿这天儿啊，用一不好听词，这天儿太变态了，您这玩意儿啊，不是，那真冷真热，这人怎么生活呀？你这也不对，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不是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啊！你说这天都这样，过去啊，人啊都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对了，怎么呢？天上下什么，咱吃什么。哎，行，就别乐了，别乐了。天上下什么，人吃什么？对，不可能。怎么会呢？这天怎么会下吃的给人呢？你瞧瞧，不对不对。你看啊，啊，一到了冬天了，冬天，你看，下雪的时候啊，冬天都下雪，对，下雪吧，啊，那是下面呢，下白面，下雪下白面。对了，怎么可能呢？你瞧，一到冬天了啊，就下完雪了啊，家里面那个老人，老年人，哎，老太太，打发孩子拿着簸箕，啊，快。出去，搓点白面回来。行，你等，搓点白面。是，包饺子呀，蒸馒头啊，弄花卷啊，都化了，你那直接饺子汤了，你这是吗？这是老人的一句笑话，你别当真呢。笑话。对呀。想必那个年头他下过呀，他要没下过，平白无故就说出这么句话来。不是，你的意思是真有？那可不吗？下雪就是下白面，可不是吗？那下别的呢？那有啊，也那我问你啊，哎，下雨，下香油啊，下，怎么香油啊？春雨贵如油啊，哦，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啊，我再想想啊，哎，下霜，撒点盐花，怎么盐花呢？盐霜吗？啊，盐霜的就是下盐花，撒点盐花。哦，哎，那我要下雹子，那是啊。下点疙瘩汤啊，疙瘩，怎么疙瘩汤都出来了？哎，有稀的，有干的。啊，稀的有干。别跟弹球混一块吃啊！哎呀，行，这节骨眼别提这行吗？你别瞧错，太脏。等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哎，打闪，抻条面，怎么抻条面呀？看都吃个拉面吗？啊，拉面对，啪啪。啊，这就跟打闪似的，啪！哎，那我要打雷，打雷就别吃，为什么呀？锅底漏了，锅底。
锅底都漏了。这位什么都惦记吃，哎，雷都惦记吃啊！真有这自然现象啊！打雷呀、啊，啊，那是磨面呢，磨，那磨响，呼隆呼隆，哦，呼隆哦，就是打雷就磨，不对，怎么不对？您这玩意儿夏天才打雷呢，冬天下雪，难道夏天磨面，冬天在下面？您这时间挨不上啊！您这怎么挨不上啊？怎么挨不上啊？你该急了，你叫怎么挨不上啊？不是是现在人少，你不知道吗？人少，现磨现下来得及吗？来，他不得夏天磨完存着，冬天好下吗？这还有呢，小企业，个体，不是国营的，知道吗？像你们德云社养着一帮闲人，你别这么说，让我生气。你也咬人呢，是怎么着你？现磨现下来不及。啊，您来不及。哎，现磨完了之后存着。哦，赶上冬天一块儿，哇下，啊，这先夏天来一存货，对，冬天一下。哎，哦对，那也不对，这面跟面还不一样呢。面不是什么？你爱吃那面条怎么着？不好吃。什么不好吃？面跟面还不一样呢。面跟面怎么了？就各种各样的面呀。那你看下哪儿了？下哪儿啊？对呀、啊，我问你啊，我想吃这个头路高白面。高白面，哎，下前门楼子上了。哎，怎么下那儿了？前门楼子为什么盖9丈9那么高啊？啊，这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接高白面使的呀。啊，高白面就高啊。那可为什么叫高白面呀、啊？啊，行。他为什么叫低白面呀、啊？你别激动行吗？你别激动，我就问。我生气呀、啊！哎，那我再问问你，那我要想吃二路面，下平房上、啊、平。啊，这是哦，比前门楼的高啊！啊，就啊，就矮了一点了，是吧？哦，下平房，那我吃三路面，三路面啊，下三环上了啊，三环。那我吃四路面，四环。那甭问了，下六路面了，这就六环了，是吧？啊、所以说那个面没人吃啊，地儿太远，不会去。啊、行了，没地儿领去是怎么着？他还这么讲呢，是吗？对。哦，哎，那我要吃点棒子面呢，下劈柴店了。哎，怎么劈柴店？棍子棒子有的是。随便吃哦，那我要吃挂面，挂面下树上了，树怎么树上啊？树挂树，哦，这挂面接挂面吃哦。那我吃黑面，黑面啊，下黑窑厂了，黑就那边，就那边、哦、去那儿吃去。黑窑厂哦，哎，那我想吃点江米面，下江米巷了，江那不地名不对，怎么不对啊？那叫焦民巷。下面的时候啊，叫焦米巷啊、不下面了，改叫焦民巷了。和这现改的名儿。对了，哦，那我吃点黄面，黄面下黄村了，黄面就下黄村呀、啊？对呀、啊，怎么呢？黄面就是这下黄村了，是吗？黄村、啊、为什么叫绿村，不叫红村？为什么叫黄村呢？哦，就是为了接黄面使的。哦，那我想吃点豆面，豆面下豆店了啊，豆店。合着您这面都跟地名有关系？对。那甭问了，我想吃点通心粉，是不是还得去通县呀、啊？所以说那个东西不好吃。哎，什么不好吃啊？远就不好吃。对，什么乱七八糟？您这是啊？合着这下什么吃什么？对。那我要吃点杂面呢？不是，你怎么什么都惦记吃呢？我雷也惦记吃杂面。我就问问，吃杂面怎么办啊？那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上的？那怎么着？得看天儿。天儿下雪的时候啊啊，正巧赶上刮风哦，下雪呢啊啊，刮风了是前门楼子啊啊，刮平房上的啊平房上刮地下地下刮二环二环刮三环三环刮四环四环刮五环五环刮六环啊啊，六环又刮回来了啊，哎，从树上哦。刮到豆店、哦、豆店刮到黄村，黄村刮到通县，通县刮到黑窑厂，黑窑厂刮到焦民巷，焦民巷刮到皮店，有什么乱七八糟、哦、算了，吃杂面吧。吃杂面，这就杂面了。对，哦、您这玩意儿太脏了，您这杂面。所以说那个东西吃得着啊，这是太少了，您这个啊，这就算有主食了。对了，那我这生活怎么办呀？这生活对其他的呢？太便宜了。哎，怎么讲啊？搁那个年头来说啊，哦，一年吃喝穿戴人情分往，什么都算上，有这么高一摞纸钱就够了，大子儿啊，嚯，就这么多一年。对了，这一家子是吗？对对对。嚯，哎，那我问问你啊，啊，那我好吃点青菜，这怎么办、啊？青菜啊，给菜园子一个纸钱一个，一年四季时令的青菜，哦，一三轮一三轮往前了，就一个啊？对。哎呦呵。哎，那我想喝点茶叶。茶叶啊，给茶叶铺俩纸钱，两个，一年四季茶叶随便喝。是、啊、什么叫红茶绿茶、啊、铁大方雀身五千随便喝。哎呦，喝的你死。嘿，
就不带这么咒人的啊！你这，哎，那我要吃肉呢？吃肉那还吃什么肉了？吃哦，这也分是吗？当然了。那我吃牛肉，牛肉。哎，西班牙斗牛士，那大战牛，大战牛，就顶死人那个。干嘛非顶死人啊？我没那种。哎，去了骨头还600来斤肉了，都不少啊。就那个牛啊，牛不牛？你牛。哎，就那个牛，一个纸钱一头，一个纸钱一头。对。我这吃不了的吃啊，这是是啊，哎，那我吃羊肉呢？羊肉啊，口外啊，大尾巴肥羊，哎，大尾巴，小孩骑着它满街跑，那个羊啊，就大羊啊，这是一个纸钱啊，给两头，这就给两头了。对，哎呦，哎，那我吃猪肉呢？猪六，猪六，猪六也卖，猪六卖什么呀？那把月份牌吞了是怎么着呀？不是，你说猪肉。猪肉，猪肉，哎，你吃哪儿的？我吃墨西哥的还是哪儿的？行了，要淌鼻涕呢不淌，冬天还要弹球啊。猪的弹球就少玩了，那太恶心了那个。不，你别憋着把我弄死，我就吃普通的猪肉就可以了。吃普通的，哎，那个猪肉就行了啊。从墨西哥拿来的刀子。行，老有墨西哥的事儿，您这墨西哥就普通猪肉就可以。普通的猪肉，活蹦乱跳那个。这个啊，有个胆儿，胆，这有60斤的啊，这算成猪了啊，60斤的成猪，60斤的成猪哦，一个纸钱一头。那其实那也不贵，开锅就烂的小车猪，60斤的，那更不贵了。这个那是啊，60斤往下的哦，哪怕是59斤半的，啊，就差半斤，这算小猪秧子。哎呦，一个纸钱100头，多少？一个纸钱100头，或60斤的就一个纸钱一头，对，往下的一个纸钱100头啊。嚯，这太合算了，这个就这么便宜。哎呦，你瞧瞧，哎，那换点别的也行是吧？可以，看你吃什么。哎，我想吃点面筋。面筋。哎，对了，跟你们家背后那么大个的面筋，啊，一个纸钱137块。哎呦，这一年连背后都省了，哼，尿戒子都能弄出来，你瞧这个，哎，啊，慢慢来吧。嗯，哎，那我想吃点鸽子。鸽子。哎，对，跟白塔寺那么大个的鸽子啊，一个纸钱367块。呵，这我怎么拿回家去？哎，我都怀疑他怎么弄出来的。哎，这白说一样，你这个啊，哎，那我想吃点豆腐呢。豆腐啊，豆腐啊，你惦记吃谁豆腐呀？吃谁？我吃谁谁不弄死我呀？啊，不是，就吃素食的豆腐，不是肉食的豆腐。就是，对，您别误会啊。素豆腐啊，素豆腐，不是肉豆腐。哎，对对对，哎，素豆腐。哎，对，那谁吃豆腐呀？啊，对，也是，你瞧，猪都那么便宜呢，你瞧都吃肉了，谁吃豆腐？没人吃豆腐，这话是对的。豆腐上掌柜做出来豆腐一盘一盘的，没人吃。哦，是啊，都快坏了，哎，怎么办呢？嗯，端块豆腐啊啊，跟门口站着。哦，等来收人了，赶紧过去，啊，给人作揖，先请安。哎呦，多惨！你瞧瞧，您来了，啊，就没人吃。您吉祥。哎呀，您看您这个，啊，您受累。这位，您什么意思？哎，不是，您这豆腐，啊，大家吃一块，吃点豆腐，不要钱啊。再送您，给您吃。我不吃啊，我吃它干嘛呀？不是大爷，您瞧，您上个礼拜不还吃一块了吗？哦，上个礼拜啊，那是瞧着你爸爸的面子才吃的一块啊。不吃，不是您吃一块，您吃一块吧，我求您了。你这孩子怎么听明白话呢？我不告诉你不吃，我不吃，我不吃，不吃。不是，您这都没边儿了，您这个没边儿啊啊！那是你没早去，没，啊，你要早去啊！你告诉掌柜的，受累，您给我偏点边儿出来。行，别偏了，这个还挺会吃。什么会吃啊？哏啾啊，哏啾！什么哏啾？哪个边儿啊？豆腐边儿啊？啊！我说你说话没边儿了。您瞧这个还挺有意思啊。哪儿？说话还有话边儿？您给我说一，我瞧瞧。你说一话头，我们先画中间，画边，画左，画右。别说，你这不矫情吗？这不是谁矫情？你这话就不对。怎么不对，啊？这就不在理儿。什么不在理？你等会儿啊，这豆房掌柜的疯子，这掌柜的傻子，嗯，他缺心眼儿，嗯，这没人吃豆腐啊，马路上跪那儿求人还作揖，还叫老板过去给您吃点吧，他有病啊他，啊。而是不吃豆腐了还让人骂他，他也不还嘴儿，人家啪啪打他，人还这样，这不有病吗？这不是。再说了，这豆腐原料白来的，
这店房这伙计这没有挑费啊，这个这不有病，哪有这样的掌柜，您这话不对呀。是啊，对呀、啊、对呀 啊您这是明理呗。可不嘛，您这是明理人啊。是啊，懂事的人啊。对对对对，人豆腐掌柜的疯了啊，傻了，不在理儿。怎么了？对呀、啊，人做出来豆腐啊，白给人吃，白给人吃，人家还不吃，可不，还拽咧的啊，还挨顿打，是是是，做出来豆白来的啊，是不是？对呀、啊，您怎么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就不应该，你说说出话来的负责任。等会儿，等会儿，行行，像我就不再说这，别你说了，屎盆子扣我这儿了，是怎么着啊？这话你说的，我你说的，我能说出这些话吗？哎，你瞧这倒霉模样，你瞧这个。不是你说，谁说的？绝对不是我说的，就是你说的，绝对不是我说的。有人听见了？哪位听见我说的了？大伙儿有听见的吗？谁呀、啊？有吗？谁没有？有吗？你看那边说有，哪位？哪边？那边说有。你看看，看没有？你看看，没有。你是他舅舅是怎么着？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啊！瞧这，就是有，有人说有。谁说了？有说有吗？谁说了？再说有没有？谁？有，你看有，你看看，我说的，就是你说的。我说你能把我怎么着了？快点，弄死我！行，弄死我！行，你瞧这贱样，你瞧我还舍不得打你呢，你真不是完了。不是，我就问你这道理，他为什么白给人吃？是啊，这白做买卖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不明白？我不明白，豆腐啊，为什么白给人吃？对，他为什么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啊是啊，为什么就白给人吃呢？为什么呀？您说啊，为什么呢？我说我。我知道，我问你干嘛呢？啊，你不知道？我不问你呢。我你不知道，你问我啊？对呀、啊。那我是不是得告诉你呢？你可不得告诉我。哎，对对、哎，我告诉你之后、哦，你就知道了吧？啊，对，那我知道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知道。哎，你知道、啊？那还问我干嘛呀？哎，对，你小姐，你还没说呢，你这哎，我还得告诉你。你可不得告诉我。这人他知道还问我？我本来好奇心就重，你得告诉我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我要不告诉你，你是不是得死去啊？可不嘛，那我就别告诉你了。哎，对，你想。你盼着我死去是怎么着啊？你告诉我，快点，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儿呀、啊？我跟你说，很简单就可以解决了。啊、那你说说啊，豆腐哦，为什么他白给人吃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对，他问你为什么白给人吃呢？我给你解释啊，你解释解释，我听听。这个豆腐哦，他呀啊，这豆腐啊，大概啊，大概仿佛仿。卓比啊，似乎啊，它、啊、相似这个、啊，你明白了吧？啊，我明白，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啊、您这模棱两可的词，这哪儿弄去呀、啊？什么？我就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你别绕着我。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为什么呀？这豆腐什么色的？什么白的呀？所以白给人吃了。哎，对，行，你行，你等会儿吧、啊。白的就白给人吃啊？呵，那你这小伙子挺白净，你怎么不白给人吃啊？我白人吃不吃？不吃，你是没找对地儿啊。你去泰国有人吃，我告诉你。说话呢？我问你豆腐，你扯色儿干嘛呢？是啊，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对呀、啊，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为什么呀？豆腐掌柜的疯了。对呀、啊，豆腐掌柜的傻了啊！做出来豆腐哦，没人吃。对呀、啊，让人白吃自己豆腐。哎，对，你瞧，你瞧，你等会儿吧。这豆腐掌柜的这生理构造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啊，他为什么白给人吃豆？不是他，我问的是豆腐。不是他的豆腐，不是他的，不是，是他是他的豆腐，不是，是他的。要不是他豆腐，他为什么是掌柜的呢？你把这个问题先说明白了，说，为什么他豆腐是他的，不是豆腐？他要不做豆腐，他为什么是豆腐房掌柜的呢？别说了啊，不是这豆腐房掌柜的让人吃他豆腐，不是。你说你先解释这问题，哎、你先解释这问题，你把这问题解释清楚了，不，你解释。嗨，你就这么说吧、啊，就说他做出来的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这就对了。哎呦我的妈，累死我！这个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我问你呢，为什么呀？哦，你问我，你得给我解释。我问你 啊，我问你这个豆腐掌柜的啊，他做出来豆腐没人吃。对呀、啊，他为什么没人吃啊？为什么呀？因为豆现在你琢磨这是。这肉都这么便宜了啊！是，所以说他豆腐没人吃，豆腐他所以说他经济危机呀、啊，经济危机呢，他经济危机、啊，你这话就不对。你要豆腐不挣钱，他干嘛卖豆腐？他直接卖肉去好不好呢？对呀、啊，这啊，对呀、啊，对，哪儿对呀、啊？豆腐房掌柜的啊，是个卖肉的，所以说让人白吃豆腐。听你等会儿，哎，你有病啊？是怎么的？你要大伙听听，这是人话？豆腐房掌柜的是个卖肉的，这是人话吗？这个？
怎么不是人话呀？就是不是人话。豆腐掌柜卖豆腐的，卖肉的。豆腐掌柜的是个猪贩的。猪贩，你看更不爱还猪贩。是个猪贩的。你说我听听。我问你啊，啊，这个豆腐做出来先出什么？先出浆啊。先出浆，拿卤水一点成了豆腐。对啊。后出什么？后出豆腐渣。豆腐渣，豆腐渣谁吃？谁？猪吃，猪吃吧。哎，我问你，我刚才说了，60斤往上的小车猪，一个之前多少一个？60斤啊，一个之前一个，一个之前一个。哎，对对对，59斤半的，啊，那算小猪秧子，一个之前多少个？100个，这我记着呢。100个啊，掌柜的拿一个纸钱哦，到农村去收100个59斤半的小猪秧子啊，弄到家来做出来豆腐剩那个废料豆腐渣啊，拿这个豆腐渣喂猪，揣的60斤。买一个纸钱一个，买一个就等于挣了99个，你明白了吧？哦，哎呀呀呀，我明白了，他赚的这个差价。我明白了，其实他是个卖猪肉的，他是个猪中介的，还猪中介的，你说 啊，他就开这豆腐房，其实是为了养猪。对呀，啊，这原料自己提供。对呀，哦，对你。哎，那不对啊，没不对，没个不对，啊，不我问你啊，这一个之前卖一个，不是，老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怎么老有问题啊你？这个你费那劲干嘛啊？你直接喂他整块的豆腐不行，你这不行，怎么了？豆腐不吃猪啊？豆腐什么？猪不吃豆腐？你说清楚了啊！这豆腐不瓷实啊？怎么呢？你琢磨这豆腐怎么做的啊？拿这个卤水哦，卤一点这浆，啊，点豆腐成的豆腐啊，对，它是水菜哦，水菜不瓷实啊？哦，拿豆腐渣喂猪的瓷实 啊，两头猪，这头猪那，哦，豆腐渣揣这么大个，啊，上身一腰。60斤啊，正好啊，够称了。对呀，啊，这猪喂豆腐，啊，揣这么大个，啊，上上腰坏了啊，2.5，2.5，你气催的是怎么着？不够称啊，这真是流感了，这个我告诉你，2.5，你看，哎，啊，这不够称，这喂整豆腐不行。对，哎，你喂它整豆子呀？不行，怎么呢？猪没牙啊，哦，猪没啊。猪没牙，你等会儿吧。猪有牙呀？不是，怎么？道光年以前的猪就没牙啊？那会儿就没牙。你看你有牙吗？我有牙呀，啊。这是道光年以后长出来的。哎，对，先我呀，别这么说话啊。那你整豆子不行？哎，你给它磨成豆铲子呀？不行。怎么呢？猪忌生冷。忌啊？猪忌生冷是吗？不能吃凉东西。哦哦，吃完这豆铲子，肚疼拉稀，啊，臭白面你给买去。哎，我不管这事儿，那不完了吗？嘿。你给它烀熟了不完了？你混蛋！怎么了？那年头没火哦，没火。我混蛋！怎么了？没火怎么做豆腐？哎，去你的吧！